前金所巡逻警组于11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获报六合二路有车辆违停，遂前往处理。因驾驶神情紧张可疑，巡逻员警请其下车接受盘查，不料驾驶恐难，拒检逃逸，过程中造成两名员警跌倒擦挫伤，意识清楚无大碍。七星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并于半小时内于林森二路某大楼7楼查获孔贤，并将其逮捕待盘所，依妨碍公务罪嫌侦办。